呀，回来了。哎，小潘，衣服给我，我给你挂上。你干嘛呢？不是啊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拖鞋，拖鞋，拖鞋。你这干啥呀？又衣服又拖鞋的，你这太能欺负我姑爷了。没有阿姨，那个我搁家一直都这样，一直都这样。你在这儿当什么事儿呢？我哪敢呢？啊，对阿姨，我给你衣服也挂。我不用，我有手有脚的，我可不能像他。那阿姨，你坐会儿啊，我那个饭马上好了。你还做饭呢？啊，对呀，平时在家都我做，好几天没做了，我怕你们回来我再不做，挨骂。妈呀，我啥时候骂你了？不是，没不是你不骂也不行啊，这男孩在外边是搞事业的，那家务活你是不是应该多干点啊？没事阿姨，我都习惯了，你俩快歇着吧。你真行，快歇着吧。你干啥呢？不，你说在家不能高你一头吗？不是，这话你说的、啊、不是，我啥说的话呀？那你要翻脸呢还不能刚你一头啊、哎、对不起小头，对不起。你不用跟他道歉，有点老爷们儿，走，你跟我进屋来，你过来，来来进屋。管了你了，你不是，你怎么都不那么欺负人？是你没有，现在一动他马上都给你跪下。那个阿姨、你别说小桃，一会儿小桃心情不好该打我了。我不是，你怎么还能动手啊你啊？我没有，不是我啥时候打过你啊？那我今天让你打，你别让我碎地板了好不好？我不是还有这事儿，你可真行。